문재인 대통령과 시진핑 주석간 한중 정상회담을 개최하기로 합의하였습니다. 이번 양국 정상회담의 개최 합의는 방금 전 발표된 한중관계 개선 관련 양국 간 협의 결과에 언급되어 있는 모든 분야의 교류 협력을 정상적인 발전 궤도로 조속히 회복시켜 나가기로 한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文大直播，我是李秀琴。 中韩两国30号发表了共同文件，就尽早恢复中韩关系达成了一致意见。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二次长南关标在7号台召开了记者会表示，韩中商讨将会在11月10号到11号在越南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举行韩中元首第二次会谈，推进两国关系迈上正常化的第一步。好了，更多消息马上进入今天的视频关注。 头条聚焦，中国和韩国外交部在周二是同时宣布，中韩双方日前就朝鲜半岛问题等进行了外交部门的沟通，双方是再次确认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原则，重申继续透过一切的外交手段推动解决朝核问题，为此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合作，而双方同意将会推动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早日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 这次中国与韩国外交部门的沟通是通过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孔玄佑与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二次长南关标之间的渠道等进行。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指出，韩方认识到中方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和关切，明确表示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按照其本来的部署目的，不针对第三国，即不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 中方从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出发，重申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同时，中方注意到韩方表明的立场，希望韩方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双方商定通过两军渠道就中方关切的萨德有关问题进行沟通。此外，中方还就构建反导体系、追加部署萨德、韩美日军事合作等问题，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更多有关于中韩关系的相关消息，我现在先把现场交给在北京直播室的记者倪晓雯。好的，秀琴，一起来看今天北京最新的进展。中韩双方在31号宣布正就中韩关系进行沟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发生变化。他还指出，希望韩方言行一致，将表态落到实处，妥善处理有关问题。来看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1号就中韩关系表态称，双方今日通过外交渠道就朝鲜半岛萨德部署等问题进行了沟通，并达成系列共识。但他强调，这并不代表中国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发生变化。他还特别提到了韩方在声明中做出的系列承诺，并表示希望韩方言行一致，将表态落到实处。中方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没有变化。我们注意到韩方公开表示。 韩方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将韩美日安全合作发展成为三方军事同盟，也不追加部署萨德系统。目前在韩部署的萨德系统不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我们希望韩方言行一致，将上述表态落到实处，妥善地处理有关的问题。 华春莹表示，妥善处理萨德问题，扫除中韩关系发展的障碍，是两国的共同意愿，也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这也将有助于改善两国的民意基础。由于萨德问题呢，的确中韩两国国民之间的这种感情或者说关系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希望呢，双方妥处萨德问题，能够推动。 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呢，回到正常的轨道。那么，相信这个对于改善两国的民意基础，应该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针对韩国方面指中韩两国领导人将在 APEC 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谈，华春莹表示，目前中韩双方正在就有关事宜进行沟通和协调，如有相关消息将会及时发布。凤凰卫视倪晓雯、王磊，北京报道。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韩国朝核问题六方会谈首席代表李杜勋31号抵达北京，他将与中国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孔玄佑会谈，这将是两人履行之后的首次会晤，也是文在寅就任韩国总统之后中韩两国首次通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渠道进行对话。李杜勋在抵达北京时表示，中韩双边关系氛围已经好转，将有利于解决朝核问题。来看报道。韩国朝核问题六方会谈首席代表李杜勋周二中午抵达北京，将与中国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孔玄佑进行对话。中韩两国在周二早上发表改善关系的共同文件。오늘그한중관계개선에대한양국간의협의결과가나왔지않습니까거기에보면북핵문제를모든외교적수단을동원해서해결을추진해나간다고돼있고이를위해서한중간의전략적소통과그리고그협력을강화해나간다고돼있습니다오늘만나는그만남도그일환의하나로보시면되겠습니다李杜勋表示，除了孔玄佑之外，还将与其他的中方人士会谈，但是现阶段无法公开。对于这次访问的成果，他表示，中韩关系已经有好转，相信解决朝核问题也有好的氛围。분위기가매우좋아지지않겠습니까이제중국은뭐라하더라도우리한테북핵문제해결에있어서아주중요한파트너입니다그래서오늘같이양국관계가더좋아진다면그해결에있어서협력분위기가훨씬좋아질거라고기대하고있습니다韩美两国去年7月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之后，中韩两国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渠道仅在今年4月朝鲜半岛局势极度紧张当时进行过一次对话。李杜勋这次访华是他就任韩国朝核问题六方会谈首席代表之后首次对中国访问，也是文在寅就任韩国总统之后中韩两国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渠道的首次沟通。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友运北京报道。好，有关中韩关系朝核问题我们在北京了解到的最新进展就是以上这些，马上把时间交还给香港秀琴。好，谢谢小文在北京带来的报道。那么接下来就带您探讨，就是现阶段的中韩关系是取得哪些方面的成就和进展。相关话题分析呢，同样为您请出在北京现场的嘉宾，中国外交学院战略与冲突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苏浩，带领大家分析和讨论。苏先生你好。你好。刚刚呢，新闻片段当中我们注意到中韩双方是发表了同一份的声明，强调了就恢复中韩关系达成一致意见。你怎么看待中韩关系取得的这一项进展？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共十九大之后呢，文在寅是频频展出要恢复中韩关系的哪一些不一样的做法和新姿态呢？对，应该说中韩两国今天发表的这个共同的这个文件，应该说是中韩两国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一种冷淡乃至于倒退的状态，它实际上现在发生了一种转折，也就是可能会朝着向好的方向发展。那么这为这个方向的发展呢，奠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和奠定了一个台阶。那么我们知道中韩两国关系呢，在由于过去萨德问题导致了很大的一个波折，确实萨德问题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个问题不单只是萨德本身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军事武器的部署问题，它实际上是涉及到整个美国的整个亚太战略的这个大的这个军事系统，特别是针对中国的这么一种部署的一种问题，所以它实质上确实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战略性的这种威胁。那么韩国方面呢，实际上是配合了美国的这种行动，但它虽然是为了是应对朝鲜的威胁，但客观上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因此中韩关系导致了很大的这种挫折。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韩关系的这种造成的破坏呢，应该说给中国和韩国实际上两国关系都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尤其是韩国方面，那么由于中韩关系的这么一种影响呢，导致韩国方面自身的经济、韩国自身的这个安全的问题肯定受到很大的负面的这种挑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韩国也非常希望那么中韩关系呢不要造成很大的这种破坏，甚至于某种程度上需要进行一种调整。那么当然目前来看呢，这次中韩关系通过这次发布声明这个文件呢，体现了韩国方面在愿意调整和改善中韩关系做出了非常重要的采取的一个步骤。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实际上韩国也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也派出这个他的外交部门的重要的一些人员到中国来，就萨德问题、就中韩关系的这个调整的问题进行坦诚的、认真的这个交流和沟通。那么韩国方面也认真了解了中国方面对萨德问题的这种严重的这个安全关切，当然也了解了中国对于韩国
中韩关系的这种稳定和这个改善呢，那么我们的认真的态度，当然韩国方面实际上也把它的转达了非常认真的对中韩关系改善的这种愿望，所以现在来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另外，中韩双方呢也宣布说要以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朝核议题。你怎么看待这是否也意味着卡在中韩关系当中这个主要绊脚石萨德问题将会如何来获得解决？双方会达成什么样的共识？对，应该说，萨德问题确实是现在中韩两国关系当中的一个障碍，甚至于是美国在中韩两国关系当中打入的一个蝎子。目前来看，这个蝎子呢，深深地扎在中韩两国关系当中，给我们两国之间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麻烦。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实际上这个萨德可能也不会很快被拆除，所以这个问题呢，还会依然横亘在中韩两国之间。但是我们也知道，中韩两国关系经过25年来的这个顺利的发展，应该说我们有了很深厚的基础，也有了很全面的关系。萨德并不能决定和影响了中韩关系的全部。实际上中韩两国关系呢，对近25年来应该说我们有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全面战略的这种伙伴关系，应该说这符合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和两国人民的这么一种福祉。应该说中韩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当然是有利于两国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特别是现在在这个朝核问题造成这个半岛造成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势这个状态之下，应该说中韩两国都面临着一种共同的挑战，所以怎么样的共同应对这个朝核问题，怎么样的共同稳定半岛的和平局势，怎么样的共同为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和未来的发展，那么合作与发展，那么来创造条件，这是中韩两国共同所承担的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所以既存在这种萨德问题的这个挑战，同时又要共同来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发展，这确实是中韩两国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困境。是。那么目前来看，中韩两国确实还是有充分的智慧，那么来共同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没错。那么面对美国和日本的频频拉拢，那么韩国会如何做出取舍，同步发展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呢？对，确实。美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意图，也就是利用半岛这种紧张的局势，把美韩军事同盟关系把它加强，甚至于把这种双边军事同盟的这种关系呢，把它多边化，而且呢，也把美韩军事同盟呢，把它不单是针对于朝鲜，肯定针对于更大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乃至于某种程度上，可能中国就会变成了它的一个指向啊。当然，对于韩国来说，它并不希望美韩的双边军事同盟来针对中国，因为中韩关系刚才所谈到的是非常全面、非常这个重要的。但是由于萨德问题，客观上把韩国纳入到了美国在整体西太平洋军事战略部署的一个框架当中去，甚至于有可能由于在美国的推动之下，韩国和日本也签订了军事共享的协定。那么美国也希望促进日韩之间的军事合作和加强，乃至于日美韩三国也进行了这个国防部门的这种对话，所以确实有可能使得日美韩之间军事同盟的这种关系可能会出现。那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于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会是一个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现在这种由于韩国的这种行为而导致的东北亚地区可能出现的这种变化，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变化来看呢，是要采取认真的这个态度来对待，乃至于可能要争取阻止这种趋势向进一步的向前发展。就正因为这样，那么这次中韩关系出现的这种转化，是有利于那么防止这个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体系的出现，也有利于这个阻止美国利用韩国来针对中国的这种军事系统的这种部署。应该说，这是中韩关系的这个调整呢，应该说确实还是会带来一个利好的这种结果。昨天我们关注到的是 APEC 会议即将会在下周登场。那么刚刚最新消息也指出呢，中韩两国元首会进行第二次的会晤。对于呢中韩两国元首可以进行第二次的会晤，这突出什么样的积极的信号？而另外，你认为届时双方会如何深层次来进一步来交涉呢？例如萨德乃至朝核议题呢？对，应该说虽然中韩两国之间在萨德问题上确实出现很大的这个麻烦，当然两国关系的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呢仍然还在维持，而且中韩两国呢，当然两国领导人还是有这种意愿来稳定两国的关系，
所以在前不久召开的这个 G20 峰会上呢，两国领导人也第一次进行了见面。那么现在呢，随着萨德问题，可能双方之间可以找到一些共识，也为未来解决萨德问题也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和奠定一种基础。所以从这次中韩关系的这么一个这次的调整来看呢，应该说下一步中韩两国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推动两国的关系的这种转化。应该说在马上将要召开的这个在越南召开的 APEC 峰会上，中韩两国的领导人应该会进行见面。所以这次的这个中韩两国共同文件的签署呢，也是这个发表呢，也是为中韩两国的领导人在越南的见面呢来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也为两国领导人在见面就具体的中韩两国的这个合作和两国之间所共同解决的问题呢，那么来创造一个条件。那么应该说中韩两国可能在下一步 APEC 峰会上的这个两国领导人的会面，萨德问题会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一个话题。而且就像中国的这个新闻发言人所谈到的，那么韩国方面虽然也表示了萨德问题上以及中韩美关系上的这么一个三个不啊，也就是说不进一步的部署萨德，那么也不加入到美国的反导系统，以及不形成美日韩三边的军事同盟体系。那么这方面呢是韩国方面做了表态，但这种表态还是口头上的。我们希望的是通过双边领导人的这个见面呢，应该把这些问题更加进一步的坐实，也由最高领导人向中国方面呢也做出明确的这种表述。同时可能在萨德问题上，那么韩国方面也需要采取一些切实的步骤，而不单是口头上的说一说，而且可能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要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来，也为中国方面增加对韩国的信任来创造条件。好，非常谢谢苏浩苏先在北京带来的分析和讨论。那么现在请大家稍作休息片刻，回来继续带您关注是国歌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通过之后呢，10月1号起开始施行。那么全国人大在30号开会听取了国歌法列入港澳基本法的相关内容，管回来会提供给您相关的报道，稍后再见。继续回到华文大直播，焦点追击带您关注的是刑法修正案时草案30号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对于侮辱国歌行为刑事责任做出了规定，明确侮辱国歌情节严重者要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草案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画、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2017年9月1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在国歌法审议过程中，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刑法应对如何追究侮辱国歌行为的刑事责任予以明确，以切实维护国歌的尊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超英表示，刑法修正案时草案的这一规定既与国歌法的规定相衔接，也与刑法关于侮辱国旗、国徽罪的规定相协调，体现罪行法定原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在星期三审议将国歌法列入香港澳门基本法附件3。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荣训表示，香港应该及时完成国歌法的本地立法。而列席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也表示，有关决议没有提到追溯期。全国人大常委会31号开会，计划将国歌法列入香港澳门基本法附件3的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做草案说明时指出，国歌法通过并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征询了香港以及澳门基本法委员会以及特区政府的意见。他们均认为将国歌法列入两部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符合两部基本法的规定，是适当的。香港澳门社会普遍认同这部全国性法律属于两部基本法，
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法律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张荣盛指出，今年香港发生一些不尊重国歌的事件，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和社会价值底线。为有效阻止并处理这类行为，按照基本法规定，将国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更具迫切性和实现重要性。他又指出，香港应及时完成国歌法本地立法。列席会议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表示，决议案没有提及追溯权。全国性法律是今次的就已经很清楚，是得一句说话，就要增加附件三，将国歌法没什么追溯期，没有这回事。如果你香港有很多人要提出追溯期的，就是香港的问题。不过我不觉得香港的市民或者香港的立法会，我们的议员会是认为会追溯期的存在。至于香港是否跟随内地刑法订立最高判处三年的法则，叶国谦表示，国歌法应参考香港现有的国旗国徽法例。他不相信国歌法法则会超越国旗以及国徽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新闻提供给您。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三十一号上午在上海集体瞻仰了中共一大会址。中共十九大闭幕紧邻中，在三十一号的上午，习近平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从北京乘专机来到了上海，到兴业路76号集体瞻仰了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一大会址是在1952年之后呢，成为了纪念馆，在1959年的5月26号公布为上海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在1961年被列为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在1997年的6月份成为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好，接下来关注呢是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应邀从31号开始一连三天访问中国。在访华前夕，梅德韦杰夫31号下午5点是做客人民网和中国的网友交流。被问到对于中共十九大的评价时，他说呢，这是一次绘制中国未来发展蓝图的重要会议。俄罗斯也密切关注这一次会议的进程和他的成果。我们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也是党际交流。至于十九大的成果呢，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所通过的一系列决议都有具有战略的意义，是要加强中国社会的凝聚力，是以党中央为和总书记为核心领导。当然大会所开辟的新的前途要以长时间落实好，我包括要转化为建设新阶段的，就是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当然了解清楚这些步骤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希望十九大所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一定要落到实处。梅德韦杰夫还表示，要继续奉行最近几年政策，推进两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推进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进一步促进中俄关系的角度来看，十九大取得成果都非常成功，也给俄方很多的鼓舞。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31号表示，2017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将会在11月6号到7号在南京召开。马晓光表示，两岸企业家峰会是两岸经济界就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形势开展交流研讨，促进企业对接合作的重要民间交流平台。今年年会以两岸产业融合发展、新形势、新商机、新思路为主题，将举行开幕式、专题演讲、7场专题论坛及闭幕式等活动，就两岸有关产业领域合作、青年就业创业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两岸知名企业家、工商团体负责人、中小企业代表、青年创业者和专家学者共约600人与会。本届峰会是中共十九大召开后举行的首场两岸民间重大交流活动，
与会人士将就新形势下扩大两岸经济合作，实现互利互惠，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积极建言献策。在今年峰会年会期间，两岸企业家峰会和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还将举办大陆台资企业产品展销会，集中展现两岸民间经贸交流合作30年来台商台企在大陆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丰硕成果。来自大陆各地近700家台企及产品参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台湾。台湾今天有哪些重点新闻呢？把现场交给在台北直播室的记者李代景。好的，秀琴，台湾方面，亲绿机构日前发布的民调，宣称台湾民众不信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的两岸主张，反倒是蔡英文的维持现状最受支持。国民党今天召开记者会反击，批评民调造假，是替民进党擦脂抹粉的政党文宣，毫无公信力。来看报道。民进党执政后，两岸关系陷入僵局，连带重创台湾观光产业。坊间民调显示，过半民众不满意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的表现，但亲绿机构之前却公布一份民调数字，显示多数民众支持蔡英文的两岸主张，并点出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的两岸政策已逐渐被边缘化。31号，国民党召开记者会反击。那这个民调的抽样方式令人质疑，而且整篇民调形同是在替执政党擦脂抹粉，变成变相的政党文宣，根本是一份毫无公信力的假民调。国内外对于蔡英文主政时期的两岸关系及两岸交流非常的忧虑，所以两岸政策协会民调中却刻意隐瞒这种关键的问题，误导社会大众，我们认为其心可疑。国民党指出，这份民调隐瞒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所带来的后果，摆明是为蔡政府的施政无方护航。但分析认为，民进党操作民调已司空见惯，国民党应该清楚表明两岸立场，才能避免被绿营做文章。最重要是国民党，吴敦义事实上在从担任党主席以来，在两岸政策上面对一个中国的坚持，对一个中国的认同非常的模糊啊，因为跟民进党没有所谓的区隔性，所以也没有人在认为国民党，尤其是吴敦义带领的国民党，在整个两岸政策上具有什么样的优势？我认为这一点国民党自己要检讨。评论指出，吴敦义上任后，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更显保守，缺乏新的氛围。而今年国共论坛在双方无法配合下，没有明确举行的时间点。吴敦义想要在两岸议题上得分，还需创造更多的机会平台。凤凰卫视彭世廷、陈建达台北报道。2018年地方选举，国民党在六都中唯一执政的新北市有输不得的压力。根据平面媒体的最新民调显示，现任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的支持度高居所有蓝绿有意竞逐的人选。对此，侯友宜未松开参选，仅表示会做好当前的市政工作。来看报道。为因2018年选举，蓝绿着手展开布局。根据平面媒体最新民调显示，明年新北市选战，国民党内目前呼声最高的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对上同为蓝营传出有意参选的前台北县长周锡玮和新北市另一名副市长李四川，侯友宜拔得头筹。而在民进党方面，可能参选的立法委员罗志正和吴秉睿，民调支持度始终没有起色。就算民进党请出曾任台湾行政院长的苏贞昌和游锡坤再次参战，但在民调中侯友宜声望仍高于苏贞昌，再和游锡坤相比更是大幅度领先。名利如流水，现在支持度高并不代表以后，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每一个人现在把当下的工作做好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新北市是国民党在六都中唯一执政的都市，又是蓝营大票仓。分析指出，稳固新北市政权将有助于操作2020大选，因此国民党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新北市没有稳住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其他六都其他的五都国民党又选得不好的一种情况之下来讲话，国民党泡沫化的一种可能就会非常非常明显。
学者认为新北市长选举也凸显蓝营内的竞合关系，现任新北市长朱立伦外界看好是国民党竞逐2020热门人选，势必和党主席吴敦义一较高下，而被视为两人背后支持的侯友宜和周锡玮，谁能代表蓝营出征新北市，也被解读是吴朱之间的第一战。凤凰卫视蓝镜图陈文堂台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台北的新闻重点，现在把时间还给秀琴。好，我们谢谢戴锦在台北带来报道。我们再关注一下香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在商界联席午餐会上强调，他在施政报告当中提出的协助港人买房的首置上车盘一定不会占用为基层新建公屋的土地。另外他更指呢，香港上半年的各项经济数据向好，全年的经济展望乐观，但依旧面临着挑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按照惯例在发布施政报告之后参加商界午餐会，面对台下1400余名商界代表，她表示香港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乐观，前半年 GDP 增速达到了4%，预计今年全年经济增长3.5%已无悬念，更是自2011年来最快增速。而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方面，林郑月娥表示重点将放在对创新和科研的扶持和投入。他还表示会积极促进会展经济，扩建原有设施，以确保香港世界级会展中心的地位。而在回答商界代表提问时，他再次强调不会将新建资助房屋的计划用地挪作他用。 So I'm not going to take land designated already for the public housing program, whether it is HOS or public rental housing or this new green subsidized form for housing to do the starter home, because I know very wellIn terms of prioritization, the government's primary duty is to look after the grassroots, the lower income family. The sources of land for doing more starter home in future will be land in private developers' hand. 他说到难点不在于如何执行，而是在于如何让社会各界接受执行的方法。林郑月娥还表示，香港应该凭借自己在一国两制之下独特的优势，政府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管理的角色，并加入全新的财政理念，来获得更多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持，使香港在国家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建设中把握住更多的机遇，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凤凰卫视赵凌峰香港报道。好，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光华带你感受一下在香港过 Halloween 的节日气氛，稍后再见。美国商务部利用非市场经济的调查手法来判断中国在美国的倾销铝箔，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指这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严重扭曲，并且违反在世贸的国际义务。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铝箔反倾销调查的初步结论，指出利用商务部的标准非市场经济倾销手法来调查之后，初步确认中国的铝箔出口商在美国倾销，因此应征收介于96.81%到162.24%的反倾销税。商务部将于明年2月23号公布最终裁定结果。今年8月，美国已经向中国的铝箔征收17%到81%的反补贴税。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周二回应指出，美国仍然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继续适用替代国做法，是无视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严重扭曲，并违反了美国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定书第15条下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履行国际义务，采取实际行动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并保留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相关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好，今天是西方的 Halloween， 在香港南桂坊举行的庆祝活动，现场气氛怎么样呢？来连线给呢在现场采访的记者潘越。潘越你好。秀琴你好，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做了什么样的一个造型，那么现场看到哪些特殊的打扮，气氛怎么样了？
今天呢，得多亏咱们公司的化妆师，让我跟这个兰桂坊的气氛融为一体。大家也看到，其实我是戴了一个小小的耳朵，然后画了一个猫女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妆容。那么现在呢，话不多说，我们把镜头抛向这个正在兰桂坊庆祝万圣节的人群。那么香港呢，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历来呢都是万圣节气氛最为浓厚的亚洲城市了。那么除了兰桂坊今天晚上的这样一个大巡游，这样一个大的派对之外呢，在迪士尼乐园、还有海洋公园以及杜莎夫人蜡像馆都有各自的万圣节主题的活动推出。那么今天晚上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人群当中呢，大家是扮演成了各种各样的神神鬼鬼。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流行元素，比如说刚刚呢，我就看到一个非常大只的这个蝙蝠侠，还有很多钢铁侠呀、小黄人啊，还有一些小朋友把自己本身就打扮成了一个南瓜的造型。除此之外呢，在今天晚上星光大道那边，香港旅发局也是推出了很多的活动。可能你走在路上呢，突然之间就会有一个神神怪怪跳出来吓你一跳，你可不要感到太震惊。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今天晚上你在兰桂坊，一定要注意顺人流移动，而不要逆人流，以免出现踩踏事故。秀琴，好，我们现在谢谢潘越在香港带我们感受到了过节气氛。那么看完了香港过节气氛之后呢，节目最后带您继续感受一下在世界各地呢过 Halloween 的盛况。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华文大直播，秀琴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我们再会。